草原之夜，八点三十。你这个包子多少钱？好热啊！好热，亮，太亮了。好热气。啊，鱼打的明天去做后端。老板。包子太多吃些，到车里。当然，不做都走不了了，就上别的地方做了。现在还是可以做的。你去哪儿啊？早。明天今天休整一天，今天算休整一天了。因为这也天天有雨，也走不了。说句实话，